So Goimbrand's IG, in the next time, we're definitely going to try out different things. We tried out some things the first game, and now we're going to try out some different things. We're both, me and G2, have lost a lot of games to IG, so we obviously haven't found a way to beat them yet. B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games left. We have one game against them in groups, and then potentially a series against them in playoffs. So we still have a lot of games to find out how they play and if we can find a way to beat them. So we're just going to be testing things until we find a way that actually beats them. 的关键，但这个赛前呢，大家知道宁王自己讲，他说我跟女朋友分手了，哇，不得了了，在职业体系当中，当你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身上的怒火就会往这个对手发泄啊，肯定是会 buff 上去的。对啊，那肯定 buff 上去的。那难怪我今天心无旁骛，不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要说自己是狗了。他当时讲单身，哎呀，他可能是在影射这一块，但大家没有听懂，大家没有听懂，所以他只好讲明白一点，我分手了，好难过、哦。现在你懂了吧？好难过，哇 ，QQ 馒头啊，没事啊，真是尼可王牌，尼可王牌，这是 G2 他们这个比较灵活的点哦，就是在这个尼可。其实到现在有机会在上中换来换去啊，上路自信尼可，我猜他应该就是，我猜是汪德要玩啦、高几率。哦，辛朵拉是他、哦、维克特吗？哦，维克特上路跟你对农吗？哦，竟然是维克特哎，那这下是开了眼界，上路对农还是中路农？他选出了一支很不得了的新角色，哇！内裤假面维克特这边选出来了，很烂，哇！哎、欸，真的还是要碰吗？扫眼扫到了，完蛋了！赶紧闪现了 Miki 吐的，还好人头是没掉，他半血不见了，好可怕！你们真的，你还要来吗？你们真的偏过分哎、欸！哎、欸，在这个位置差点点掉，抓一下，点掉了，点掉转转呐！现在嘉文非常不妙，半血没有人帮他开眼。哇 ，Perks 有一些想法、欸、，Perks 有个大胆的想法 ，Perks 一了一下 ，Perks 想要偷红 ，Perks 失败了。很接近中路这边好像有点想法，想画出去吗？绳索勾到雷克萨翻了出来。Caps 还有闪现哦，所以这个位置有点远，闪翻翻不到。嘉文插了一个旗子，看到对方的视野，但自己的脚步声呢也是被您给听到了。就是一直把冰块刷进去的下路，打出正当冰块效果之后，但是 G2 的人的换血比较优势，毒蛇舔到晕倒到了，吞了回来。宝蓝血量比较低一些，脚闪现往左边拉开，哎、欸，雷克萨来喽，他血量也不太够，开了白盾这边宁王来了。Q 炮弹直接逼住对方神经，再被打出了晕眩。Perks 这个位置非常危险，蓝中下去手杀落在宁王手中，宁王还想杀，像是灵韵脚。你看这边踢出来之后，好舔到地下，本来乍看之下是一个单杀局嘛，这边他直接架吞之后，但是从这个时间点你看，嘉文跟雷克萨靠近的速度就天差地差超远，那下路又没有点燃的情况，至于是补到最满的，只要一逃，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做后续的拼搏。哦，而且被打最后一点震荡冰封的效果，晕眩到了，还哇被打散。是 TP 刚回线哦，他这个是因为他 TP 位置不好吗？没有啊，他只要打野，不然他赢了。这个看到可以吞回来之后呢，有点见猎欣喜啊。哎、欸，那河道两边打野又遇到了，哦、站在原地不动，停止呼吸，他的对手差点已经看到你喽，小烟往下跑，因为这时候跟雷克萨打的话，侧边还有宝蓝跟 Jackie Love 要退得快了一点，這個、強行控制核線，现在 AD 也还没到六等呢、哦，也站在原地不动、欸，哎，很有想法，很有想法，很有想法。哎、欸，下路多连锁出手绑到了凯莎，毒蛇要舔，但前面加了雄心重盾挡住了之后呢，再个加完 EQ 大绝盖到两个人，上把他往上拉，但是这里宝蓝已经没有招了，回身要打下方的 Rookie 跟灵眼，哦，这个扭不错。被 Caps 扭过之后，脚闪现，再一个法术禁锢绑到，但这下透了多连锁之后呢，绑了对方法术师还有坦肯吉救了他的人命。但 Jackie Love 血量不太够了，雷兹看流转之心往前要追，想要留 Rookie 啊！哦，留到了加一往前，在塔下收下 Rookie 的人，换得掉哇！凯旋，凯旋这一下回了血啊！下路这一波 G2 成功的反打哦，我们再看一下下路这波发生什么事情，多连锁出手绑到了凯莎。这边布朗姆架盾算架得蛮好，但他也算是替凯莎死，但不过我觉得这边他还有一点操作空间的，他大可以，我觉得他要继续跑。凯莎用 R 位移一段之后，他再直接跳他，他就不会死了。这边可能操作有点废哦。那 Caps 这边就没有废了，反而玩的好很多。扭开了这个绑之后呢，第一时间没有被 one shot， 把自己瞧到一个好的位置，现在开了大，再队友过去，把 Rookie 这边也顺势的带走了。哇 ，Rookie 这边自己多连锁，好像把自己往前背了、哦。他丢了多连锁，现在心里想往前打，但 Miki 这时候大快朵颐转好了，直接吞了 AD 就没事了。魔力啊 ！CP 打不下来，这边河道岩口这边丢掉杀手门的进场，凯莎拿到这个人头是中路，也在打这个镜头，一直在偏呐、啊，挺大的。你看这双人线能压都不能压了，现在就乖乖的在那里等。抓到你喽、哦！多连锁绑住，加了雄鹰中队先挡一下，再被大快朵颐吞了回来，后面 TP 亮起，这场兵火效果打出来之后 ，Miki 这边按出了这个白盾，但是被冰河利器敲了起来 ，Rookie TP 到
上半 TP 来，但其实 Rookie 的魔量不太够，两个 TP 下来 ，Miki 最后一个技能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万紫千红定到对手。但是这里开了牛人之镜之后呢 ，Rookie 要跑哦，雷克萨倒了，他可能也死。Perks 你残血过去，哇 ，Perks 被 Rookie 换掉头啊 ，Perks 你没血怎么上这班灵车呢？杰克 Love 下面跟汪德单挑，但是汪德这边等级稍微高了一点，单挑是赢了。Perks，Why？ 或者想抓对方的位置，一开始应该是想要断 recall， 但这边其实他有盾撑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伤害他按出了治愈加闪现，但还是这里被秒杀。但这边两个 TP 一起下来之后，好，本来乍看之下，哦，好像 IG 要虐了，但这边多补一个 TP 之后，这个金人撑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完全时间就情况完全不一样。那这边再走之后，这边有一个一开始说完之后，你别回头，末班车要开了，可能。没有想得很清楚明白，一时间打上脑了，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哎，预示者上路迟到了，远口是这里，带着队友上路直接开预示者。其实G2一直在找缺反打了，有他们 Caps 的脚步声被您听到了。杰克大夫走出来，看到了远口是抓到他的位置，但到底是谁抓成加油一个往前 ，TP 亮了起来，绑两个，哇，这个你一个绑两个很关键，万子金再炸下来，灵王倒了，杰克大夫控制住，这样子往后闪现拉开，冷却的时候 TP 下来，想要收对方的人头。但是 Caps 现在有个双 buff 在身上，有机会去往前做自己闪现一绑，绑到了 Lushai 再定，搭配尼克 C 技能之后扭转自己往前要去抓 Rookie， 但 Rookie 一个 E 技能下抢没有问题，只是这一波打架、没有，再来这边单个技能闪现一点，搭配的多连锁绑住了 Rookie， 陨落再吸了一口，这边追击毒蛇舔到云血大怪朵一吞了回来，人头给谁？人头给到了 Perks， G2 反打了，哇 ，IG 这一次是真的踢到铁板了。打了，而且这个烟卡是老江湖呢，他现在一直在追着打，哎，加油 EQ 上墙，灵王跟着翻了，来这个三翻翻到你了，但这一个闪现让他躲过了对方的这个锁链，虚空机器往前之后呢，搭配火箭腰带去上一个人头，好奇向你再盖到对方的雷兹血量落在灵王的身上 ，IG 的反打也是来得非常快，完全没给你任何喘息的空间，好可怕，你看得到我，但你跑不了啊，不是你知道就完事的。走不了、真的走不了哎、好可怕哦！我抓到你了， no, 那我就要打到底了、我一定是看到你就要直接把你弄死的。绑多连锁一绑，架球运动之后反身的拼个裂隙，敲起了坦克机，但是 Perks 没受到任何伤害，破斩链一穿，宝蓝翔有点低哦。凯莎这两名英雄被打穿，命一位置有点危险，身上万里有逆装置之后再撒下我们的大绝，人倒了，哇，这个位置太往前了，被惩罚了。但是他往前了呢，惹帅难道是惹谨慎吗？没有，惹帅没有变得惹谨慎了。嘉文 EQ 往前大跳进去，盖逼住对方闪现，那这一波是活下来的，没事。哦呦，还是绑到了，站在眼睛上面啊 ，Caps 听到了 Caps 以为你抓到 Rookie， 但其实是对方 Rookie 抓到你啊。我反蹲你的反蹲，按了牛奶之镜，但是虚空机器啪的一直画出来，雷子倒下了。大怪朵一吞到了对方的这个打野，不能一穿穿到万千红炸下来，控制对方三个人，但好像不能打往后拉，反正自己被逼的闪现。Rookie 跟闪往前点燃挂下去，我用走位扭过了布朗的 Q 技能，你要进去打吗？但这个上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没有，要退。Jakey 又在偷发育了，然后又在偷发育了，然后打着打着，为什么 IG 的人都在？我不是在打团吗？怎么有人一直在发育？啊，怎么会这样？好怪哦！这就是看 IG 比赛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IG 真的厉害。跟你碰撞的同时呢，其他人是还可以继续做发育的。他就是边打团边捡兵，然后 TP 又来了 ，TP 来了，这边真的是开始要疯狂的碰撞。冷帅往左边退，左边有他的队友。嘉文就在这个地方，嘉文有办法 EQ 往前串吗？这边要是抓到的话，有可能是等一下准备把龙举了。冷帅走位扭掉，重击下想要盖了，但大局还没有好啊，留不到人。没有啊，很棒。啊，要克了吗？巴龙有压力了，没有视野哦，克了，那就是要打架啦，是要逼战，那肯定要逼战啊！有差了一个棋子，不敢过去，赶紧叫自己分身探一探哦。这边虚空机，虚空探索出来，往前耍出来，神手挂上去，挂了房子，大怪朵一吞了之后，冰河力再炸下，要往后拉开冷却，放个大剑 ，Caps 前快要撑不住，闪现往前 Q， 再搭配虚空机收下雷之人头 ，Perks 被逼的往闪现往后按了，汪德在跟冷却单挑，冷却这边被汪德给点死了。但是 Rookie 贴上来之后，瓦兵忘的绑到，万圈接了下来，有剑换吗？没有，脚闪现往后拉开，虚空精这边再度命中、虚空探索这边打到之后，Rookie 跨下来打到他人头，好可怕！他是中路开战，他好像不到两秒，他的瞬间画面是带到二塔、追击速度是快到不行，真的可以吃了啊！这下子真的可以克了，再看一次。你看一开始先抓 Perks 嘛，抓到你了，不错。Tanken 其实吞用完之后，雷兹只是打了一套之后，直接被布朗姆留住，将 The Shade 的技能直接接满脸，配合雷克萨的这个大绝，直接秒杀。
他们的伤害都是灌得非常非常的到位，而且 Rookie 因为偷了尼可的大局，也是一直很激进的往前压位，只是开了大局控场。那尼可虽然这场也蛮肥的，后面有收到维克特，但是他的正面正场已经是完全崩溃了。是，这个碰瓷的位置的确是有点太前面了，仗着自己有坦克级啊。但我觉得宝蓝刚上一波打得不错啊，他在坦克级被就吞了 AD 之后呢，马上把大局砸在雷兹身上哦。Jacky Love 这边抓到眼口是开始点了前面加球星中路之后，他也说绑到但下方 Rookie 赶到了，偷了对方法洛斯大局，但是宝蓝之后倒下 TP 亮前，完了，还来不及开大就死了。Rookie 还在下方哦，跟对方 Caps 单挑，这时候要退了，不太能打啊。这个 AD 站在打野前面疯狂射，这个嘞 ，Caps 位置很危险哦，后面反杀翻了身交闪现要拉坦克机赶到要救，哦，这个位置有接救吗？乐帅上个机会要救，现在乐帅会死，没有最爱的一个护盾之后再打一点伤害，但是被 Caps 收掉之后反身。法术禁锢绑到宁宁，赶紧翻身要拉开。Rookie 还想打，想挂。Jacky Love 一剑加速之后出来，先收下加入人头。碰击有点危险，闪现往前。Jacky Love 一个加魔域，再收下一个法术师的人头。Caps 想回身打，操作其实有机会打出操作，但这个翻身这局还没被打出来吗 ？Q 没 Q 到。哦 ，Jacky Love 很危险，打点，但是 Caps 有护盾 ，Bait 没有死啊。小兵是收掉了，也打出了宁的狙，但太极限了。好可怕，这两队的操作怎么都这么强啊？极限到不行，这个团战等等一定要回放，太精彩了！我每个人神仙打架，真的是神仙打架。哎，这里还没打完啊，翻起来转一转，转出正常冰封的效果，冰河力气再砸。您拿到这颗人头，下路可以拿塔了，九八龙。但是居住其实跟 IG 前面还算有来往。哎，要绑了吗？啊，多连锁空了 ，Perk 这个走位是可以的。还有这些图文大会都已救到，但是坦克机会之间维持虚空极限，直接飞了出来。你这样可以吗？半血女王柱想转但万紫千红大飞的雷子伤害打出一个 shut down， 这的确有点太照镜了。哎，不知道这个蓝中下去会不会死？我不确定。我他最后少了一个、这个。我等下打电话帮你问特哥。哦，少，原来是少了一个丁仲啊。反而是以为他是会一直推的。对，反而是哎呀，开甲，他已经开大了，还有雷子大狙哦。下路是一个四抓一脚，闪现冷血想往前换，换不掉，不是是五抓一啊！我被一个巨兔的神奇转线突然转了，巨兔突然神奇转线了，是不是有接力转下路来拼塔了 ？IG 看起来是要 recall 回家，但是下路高地塔好像守不太住哦。雷克萨回，布兰姆要回，凯撒要回，那军没要直接继续往前推吗？你还要再推？你要拼了吗？你要拼要拼了！路易这时候才叫了 recall 回来，但速度上面有点慢哦。按加崔森斯往前多连锁绑冰河裂隙，砸了反身救了宝蓝一命，但现在 Jacky 还在点 Miki 血量，闪翻闪翻反倒对手，旺德死掉了，军完全吸光精力排秒一个，把坦克直接秒掉了，而且这时候没有人可以限制 Jacky Love， 完蛋了，现在剩下 Caps 一个人。Rookie 跟 Jacky Love 往前要追 ，TP 亮了下来，直接不给你路走 ，Caps 还在走 ，Caps 跑得掉吗？咦，徐光大叔没有命中，但这个伸手刮到 Caps 按下了护盾，继续往后拉开，偷了他大绝，再一个 Q， 加档拿到手，掉十八龙了，哇 ，G2， 他最后我觉得他们最后那个 call 就是在喊，我就要趁这一波多打少，直接 on 了你，我要 GG， 但没想到。在拉打的过程中 ，IG 的打团能力还是技高一筹，真的拼不赢。他们现在推法一定是中下推哦。你看这个团练上拼 GG 啊，因为法洛斯有大有开战技能，但是宝蓝吃了整套之后直接往后拉。法洛斯的位置本来太过区前，血量掉了很多，扛了很多塔、哦。雷克萨直接闪翻把第一只 AD 秒杀，再往前扑把坦克机也秒了，后面就是凯撒的收头秀。嚯 ，Jacky Love 不愧是现在队上最肥的一个人哦。而且宝蓝没有倒。你知道这一波 Rookie 偷多少大绝？前面先偷了这个法洛斯，后面再偷一个雷兹啊。一定是偷了再偷，偷了又偷、啊。之后的塞勒斯团战真的很强啊，好恐怖哦，神仙打架。不然的话，他那条路确实是会有一点被分推的风险。好，血量最后没有之后，然后神速往前勾，卡了一下，勾到万紫千红偷到，在控制到对方之后，拿着惊人，保人之后惊人，但尼克这个定到非常多人之前，把夜口是完全扛不住，按下石像鬼牌还是要倒掉，死在雷克下爪子之下。搭配了帅大绝，把对方狙突后排，电脑都没血之后，再要回来做防守，又偷法洛斯的打掉了一座，又偷到多连锁。还在狙进攻，还在狙进攻。Rookie 多连锁远端绑到雷兹，下方汪德被对方逼退了之后，宁直接翻了出来要抓 Caps 上方伊卡下魔域，把对方的 AD 打的血量很惨，要当回混蛋。这种杀手本能进场收下防身后，再点掉了 EPT 上路，宁也单挑赢了对手之后，珠宝双塔陷入了 IG 打到了一波 Ace， 34分钟成功的击败珠宝，拿到这场比赛。IG 又再次展现了他们队伍最招牌的打架，强到不行。他们的团战内容是真的。很可怕，我没什么话讲，真的是强爆了，真的是强的，我觉得外号，但我觉得其实 IG 最可怕的就是他带节奏的能力真的好强，
就是我们可能看我们今天第一场，我们看到电狼选择了塞尔斯加雷克萨，我们就没有看到这种内容，就是下路一样赢线，但为什么没有频繁的打了就打，打了又打？我没有看到什么，就雷克萨跟塞尔斯一起走下那种，对，就几乎没有。但是拉过来这场比赛看，就这场 IG 完全就是呈现了这个组合该怎么玩。